队员来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叫他来体验一下玩一下，主要是了解我们中国民族文化。外面他们不认识个东西的呀，他周边的可以变这么东西，他很多人会惊叹号的呀，这个东西这么好看啊，他还觉得很奇怪。我可以教他做朵花呀，教他做条鱼呀，教他做个虫子呀，所以他们感受会很深的。一生都给他不解之缘，都在跟他在一起了。我希望把这东西做得更巧更妙，让更多的人，让世界上了解我们中国文化。